哎，我发现一个东西啊，今天不是说这个东西没有箭袋好用吗？但它比箭袋多10%的攻速哎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其实佛爷对攻速需要有海妖之后只需要一点点，但是15太少了，但25就刚好，这个有25的攻击速度，所以这个可以很适合用来过渡。这个放一件中间装在这里，后面看考虑可以不合成。戳到一把，这个我扭一下，我们放哪里就放 E 的。哎，这要不要交闪？好，不用。一般这种他，如果你放 W， 他会立马交自己保命技能，所以你要扭一下。好像是在下半区吧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刷哪儿抓哪儿，抓不到人无所谓。是 bug， 其实没有这个，这个是辅助清兵规则，跟打野没关系。这个不会捡你小兵钱的。要买个箭袋，我开始刷野。刷这两组野怪，再控这个去。箭袋控资源很快的。杀的能上一手是好险，反正放吧，不管了。其实可以这个 E 不用这么放，但我不太怕他。哎，别闹，别胡闹。完了，冲他！啊！他有闪啊，我也有闪现石，但是前面顶他两枪，直接顶了两枪过来的。问题不大，这就是小虫子，也可以直接控风龙，因为下半区我三组野怪都在，还有条风龙，还有对面红也刷了，对面两组野怪应该都在。下半区太肥沃了，咱们不要上路的虫子了，直接去下路吧。什么都不管，我将荼毒世界，一切都把那野区全翻一遍。哇、哦！他至少有两组野怪，红也要刷了，把石头人反正刷红。被一路刷了，什么都能怪。
先不控制小龙吧，先动个再刷个 F 六。他应该刷完 F 七要回家了，应该。他不会入侵我野区。哎呀，这炸死了！我想过去补个 RQ 的。还有蓝。哼，回家吧。哎呀，我钱也不够，这好折磨啊。反硬反炸药，他死了，我没 A 错，但是我在杀死他的那一瞬间，剑魔先把我杀了。啊！刷野，什么都不管，现在教你们一招，屏蔽队友信号。开始奇迹行者，算了，我想看他们说话，咱们不理他们就行。我死的有点无语，无所谓吧，死就死了，不要太在意自己的死亡，不要太在意自己的战绩，要想好你复活之后去哪。这个分段一般是不会反野的，反了也无所谓，你能打得回来。哦，反了，一般是不会反野。这个男枪看来是二班人，不一般人，抓吧。哎，F6应该反了。还是这个位置，不管，该刷野了。小虫子刷新了，我们至少要控两个，不能要六个小虫太强了，六个小虫太强了，五个小虫都很强，六个更强，我们要控两个，让他们四个小虫子就没什么威胁，六个太变态了，我们再去吧，我们杀个剑魔，他在控小虫子应该。好好好，这个真眼抢小虫子死都无所谓，杀个阿狸，哎，这是笨蛋，这阿狸他一开始都不怕我，没杀死他。动了，
点抽象，不过还行，还能杀他。看到底，老弟，死就死了，无所谓的。钱是必须要的。保持自己等级就好了，什么都不用管。最好就不买狂妄了呗，感觉买狂妄没什么用了。这把要赶紧做装备了。干嘛？不对呀、啊，他这样子是男枪在附近的感觉。他为什么这个装备就一个 QW 打我这么疼？也没变形、哦。我操，给他开了，老弟。这他往那边掰，我怎么上？我怎么追？翻野吧。四组也怪我操，一组河蟹，三组地，对面野区的东西，起飞了。我人打的剑魔不太好打，我的装备我现在钱太多了，身上可以等那个男枪过来送，他会从这一过来，岩秀走过来，他会过一过来，但我应该打得过他，他是如果交后交易的话，我就在这等，我看看，五秒不出现我回家了。哎，我操！我说什么？原来是我的人呢、啊？玩不玩？买这个吧。我以为是能枪，我操！是我的年兽。这龙可以给。没有那么急，我操！我操！玩个蛋，不太玩，哼！把那大车抢了，说大车你能吃，你好意思？哎呦我操！他不好意思，男枪是猪啊！我现在等男枪呢，他应该快到了。啊，奶奶的，正好啊，老弟。动这个先锋吧，有点危险，不过无所谓。剑魔到老鼠去了，这个眼睛是最后的眼睛，留着，留着当斩杀了。你把这眼睛打了，伤害会低一点。护甲鞋吧。发野了，不用管了。什么都不用干，
我没名牌啊，我哪里名牌？第一波，而且他是有机会跟我打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又不是纯被我虐，我优势不是特别明显。我也进去，跑，跑不了。啊，被动打没。这怎么办？我有办法，那你得开车走。哈哈哈，跑不到了。这也幽梦家这个跑太快了。还不如照追阿离呢，还行吧，问题不大。嗯，买什么？得买重伤的，不是很想买，买15吧。星石打他出星石也行，星石的伤也高，星石70的攻击力，没有装备比这个攻击力更高的。你要狂一点，可以买狂妄。不啊，兄弟，别怕呀！哇，超级捆绑，这么多人！搞集体了，还团起来了！喂，怎么弹到我了？没道理了 ，bug。我把这线断了，怎么样？哦，走了，很多很多，莫名其妙。不行，他们这么着推一路。不找20分钟，翻车翻不了，翻车差远。或许就是网二吧，理解不了。这一刀捅我屁股上了，而且不是我的屁股，是我的车屁股。
但我没惩戒，你要给对面打红了，别打，怎么办？呜呼，叮！你过来，不然我要揍你！哎呦，不把你轮的。钢币第二演出，钢币的攻速攻击力很适合，有300生命值呢，而且比三样便宜很多，有阿卡丽这种东西的话做三项好点。最后一件影魔刀，如果对面太弱了，你就把这个星石换成重伤穿甲弓就行了，或者换了黑切，就反正那三件穿甲中的之一了。你看下了去。没人呢，人呢？这人没，我过去。啊！开始。哎，这个人说在骂我，我上单没开那个。哎，哇、哦、神！哎，他不走位，先走。是第一步一九流，我打个红回点血。他肯定不知道我多少血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啊！你跑不掉的，老弟，我今天必须杀你！你这狗东西，前期各种引人是吧？啊！算了。看你那个植物人，关爱，好了，你还出来了，老弟，哎呀，缠绕，巨根，先走，沉默，放一，汤跑跑，开始汤跑跑 ，Q 二闪，闪不到了，老弟，哎呦。哦，疯了，疯了！重刃不好用啊，重刃，不好用。我不是酷狗粉丝，买重伤还是买什么？其实影魔刀也可以，大穿甲也可以。我感觉我不是特别怕、啊、盾弓其实也可以，他们没重伤可以盾弓的，你有吸血就不怕剑魔有吸血，算了，我买爆发吧，阿卡丽他有影，他螳螂也要买三项，看情况嘛，反正做不出三项的钱还是做钢币，因为三项有那个爆发嘛，小爆发，他隐身英雄你 A 他一刀都，你不可能对他多 A 他几刀的，你就只能提升每一刀的伤害了，三项就是小爆发，
脆皮三项好一点，战士多就是这个好一点，钢笔好一点。蟒蛇缠绕般窒息。我们的上单是个驴，他可能刚刚在骂我。我说怎么光恶心人没打字呢？原来是我没开。你把他龙去了。没有盾弓不能单挑大龙，要带吸血才能单挑大龙。现在应该交完过来就等我们收割就行，我们去杀他们算了，他们都不出来。我们两个速度很快，他们队友过来了。大扛打得快点，为什么卡呀？你卡吧，不是我卡的。